18号的18岁富坚也上场，所以他的背号跟他年龄是一样。场上最小年纪的就是渡边雄太。李鸿贵可以注意看他出手的状态非常的好，但是只有73公斤，对，比我们两个还瘦一点。周文鼎以前像这年纪也是瘦不拉几的，19573公斤的，有那么大的改变。对，好，张忠宪抄到球，球迷朋友都开始欢呼了。当然不能让差距没那么大，对，所以在整个体能上的状态也显得非常的不错。张忠宪并不强求单打，交给了机会更好的简嘉宏，而且每个人都有他。薛凌再给张忠宪，转身，哎呦，可惜了，对，有点勉强，险球并不好送。对，我想张忠宪在美国的球技来讲，今天打得非常不错，应该要做的事情是，对。弹了两下进去，果然就是16岁的渡边所投进。对，渡边今天其实也得7分了。张忠宪，球保护差不多，身材差不多，整个身形动作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神似，而且这个球最后的渡边一波还没有办法拨掉，张忠宪今天最精彩的一球。